球啊。五边，哎呦，打鸟，不打到树弹的。今天是你在人生中第二次上场，那么第二次上场就挑战全世界啊，跟老师啊都感觉到非常的有难度，在球场。谢谢这些我们的学长啊前辈指导这个篮球，那来这边打这个跳，光是看着让我们就会觉得挑战非常高，不过这也是一路这样子过来，还蛮有趣的，那好像这个也激起了一些兴趣。那么接下来的你这人生当中高尔夫球之路，你打算怎么继续走下去？这个我必须回去汇报我的那个财政部长的爸爸提出 proposal， 他说你到底想要花多少预算，我想这个可以列入明年的预算之一，而且还是变明年预算。那你预估你老婆这个审查，基本上我老婆会告诉我说必须用人民币计价去，找我们的林沈先生啊，这个部分他来帮你处理。哦，真的吗？上百万人民币交给他都没有问题的，好吧？好，今天非常感谢。好，谢谢，祝你打球愉快。啊，谢谢。